欸，其实我以为今天会很多人，因为是内用第一天。嗯，大家可以先在下面留言，说我们现在目前点的第一轮值多少钱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是要吃一次卷，你想怎样？女朋友吵不赢，就会找别的话题来说。嗯，我帮你烤这个。这边真的很大哎，哇，一个人吃一定吃不完。是不是有些人不敢用这个杯子？嗨，大宽。嗨，各位。我们现在呢，人在邮局寄东西。那今天呢，是内用解封的第一天呢。我们还蛮好奇，吃到饱的话，他们里面会有什么措施？所以我们先去带大家看一下。好。大家可以再自己评估看一下，说想要现在去吃，还是以后再去吃。那我们今天吃的东西呢，是在大雅的餐厅啊。我们只是就近找一间有内用开放的。对，而且价位还蛮便宜，只要369。是韩式料理哦。没错。那我们先寄完东西，等下就出发了。好。It's not my fault, don't walk away, cause I don't quite know what you're running from。其实呢，我之前已经有来这里吃过了，只是以前呢、啊，那个后面呢、啊，全部都是满满的肉，然后满满的熟食、生食都有，然后让你可以自己夹。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变成这张纸。他说这些内容跟以前的其实都一样。我很像我们有印象说，我以前有来这里吃过什么麻辣烫之类的。这么厉害啊！但是他这里的话就变成麻辣鸭，嗯，这是我的印象啊。价格是一样的吗？对啊，都是一样，都是369这样。日本的话，老实说感觉比较少一点点，嗯，因为以前就是琳琅满目。因为我以前对他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现在就疫情嘛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没关系，他们至少有这种应应的措施。而且刚才进来还有消毒，然后量额温，然后十连制之类的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啊。这是基本的好吗？对啊，就是有落实呢。先来个四片小鸡块，然后薯条一份，你去外面点就有了。冰淇淋自取，这样就好了吧？为什么你先吃甜点？我那要吃甜点。你先吃这区啊？这是我们炸物区。那、啊、他要炸，啊、等他一下吧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你点了大概三样肉，一样菜，然后很多一些小点心。对啊，有兴趣的差不多就长这样啊。我来吃个牛五花好了。然后蜜汁猪排，我很喜欢吃蜜汁哎，铜牌烧猪也来一份好了。你以前在这里吃过最好吃的是什么、啊？其实我真的没有印象，看到有什么肉我就都每一个都夹一点点吃吃看这样、哦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都蛮好吃的。然后它的熟食啊，还有一些甜点我都觉得很好吃，哦、还有饮料也不错。因为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子，一张纸的话就会比较不知道怎么介绍。好啦，差不多这样子啊。黄金泡菜，我最喜欢吃黄金泡菜，还有海带芽。还有扇贝肉，这是我们目前第一轮的，先来看一下它第一轮好不好吃，我们再决定。哎，冰淇淋很多种口味在上面，啊，结果下面只有三个。我们现在在场只有我们两桌，应该三个应该差不多啦。那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口味，我之前是来的时候是有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是重新内用的第一天，所以请你不要那么严苛。然后这个是白饭，白饭我就不开了，它这里有写。对，还有牛肉，辣的哦。哇，感觉就很适合标榜。哎，这是你上次去那个。十全是没说很好喝的哦，对，这个水蜜桃的，我觉得水蜜桃很好。哎、啊欸，那是芒果。哎、啊，为什么这边都是空的？因为呢，现在就是因为防疫啊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夹，所以就变成刚才那张单点的。哦，所以你以前没有那张？就以前就没有啊，以前就是这里全部满满的都是。哦是哦，难得有那个现煮的，这个是那个红豆年糕的样子，哦、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是甜汤。这个是泡菜火锅，这个也很香。就是一些金针菇啊。我以为只有汤而已。你说给你存汤，里面没料这样吗？对啊，泡菜汤啊。问号。然后这边就是它的饮料区，嗯，饮料区的话有这个芋头牛奶、抹茶牛奶之类的，然后咖啡机啊、饮料机，喝一下沙瓦，香槟沙瓦，零酒精，快，是不是有些人不敢用这个杯子？我不太敢哎，就是铁的，跟铁吸管一样啊。对，然后这里的话是阿宽最喜欢的可乐吉。欸、其实我以为今天会很多人，因为是内用第一天，嗯，结果只有我们这桌跟另外一桌客人而已，整间店只有两组人。这样子其实也不错啊，就是大家都有做好防疫的观念。啊，你为什么跑出来？给大家看说第一天会长怎样啊？对，看一下说防疫的状况下，餐厅会怎么去做营运、去做调配。然后我们现在东西也差不多来了，哇！这是我们刚刚张码的吗？好像很多啊，应该差不多就是。你先给观众看一下大概多少钱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先在下面留言，说我们现在目前点的第一轮值多少钱？哎、欸，我的薯条跟鸡块都还没来。对啊，所以代表还有啊。孜然粉跟盐巴，店家付给我们的。然后我们的薯条来了，它的薯条是这种肯德基的薯条，哎，然后鸡块就是长一样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这里的筷子是圆筷，哎，那怎样？一般不是都是扁筷吗？哪有，那是韩式料理才是扁筷。这不是韩式料理吗？
那我们现在的菜其实差不多的啦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来估价一下？我们这两个不懂市价的人居然要来估价，傻眼哎！还是我们最低消费，我们每一盘都算50块，多的就是给观众自己帮我们评估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以基本50块来消费这样子。好，就是每一盘都是50块。50块会不会太贵还是太便宜？哎、欸，这个50块应该算很便宜吧？好了，50块算是一个保守估计的。好，都是阿宽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这一盘50块。下一盘50块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盘，然后这两个加起来也上50块，好不好？好贵哦、喔！这样就6盘了。六盘就是说，我们目前桌上呢，哎、欸，还有这些，这里也上50块。这里还有。对，这样子我们桌上呢已经达到了一个人的门票费了，所以我们要再吃两轮一样的东西就回本了。都是50块的话是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350。啊，我们的门票是369。对。然后你喝饮料，饮料一杯算20块好了。好，我已经喝第二杯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那么小杯，应该只能算5块吧？斤斤计较了。我觉得炸物本身好吃，但这个酱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我不知道是它的特色还是怎样，它里面是一个有酒味的番茄酱，很特别。该不会是韩式的番茄酱都长这样吧？我是不知道，我没有研究。但是你觉得加了比较好吃，还是不要加比较好吃？其实我本身吃薯条是不加番茄酱的。对啊，那你干嘛拿？我刚刚只是觉得它好像蛮好吃的，就沾沾看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不沾酱的。那你放下，干嘛要沾？是因为没有吃过这个味道。不太一样。再来吃鸡块，鸡块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干干的，但其实他们都只是小配角，对他们的要求不会太高。鸡块就跟早餐店的一样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哪些是你的啊？这个我的还是我点的啊？哦，这个。其他都你点的、欸。是吗？还有年糕是你啊？屁呀！我刚刚只有点这个。你还要点年糕？我们看回放。你点了大概3样肉、1样菜，然后很多一些小点心。对啊，有兴趣的差不多就长这样啊。这是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对啊，阿宽最喜欢吃麻辣鸭血了，他最爱的应该就是清景泽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只是看他会不会超越清景泽。这应该配饭也蛮好吃的。来这里千万不要吃饭，这很快就饱了。但是我刚才看他那个辣牛肉，感觉好想吃。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清景泽的。哦，清景泽是 main 的是他的那个麻辣鸭血，所以不能比。因为它这也是一个副餐之一，哦，配角就对了。没错没错。跟大家讲一个小秘诀啦，我们刚刚在烤第一轮的时候啊，就烤一般的肉片，结果它上面整个都粘住了。店员就建议我们先从这个厚的开始烤，如果带着你们来的话，你可以先烤这个肥的，让这个锅子充满了油，这样你烤那个肉片就不会粘住了。没错没错。不然我们刚刚想说惨了，为什么全部都粘住了？是我们的方法不对还是怎样？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太没有尝试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尝试。没有尝试，你还敢来拍这个估价的、哦？就你啦！我这边有个小洞，就是让它流油下去的。我想是故意用斜斜的，啊、斜斜的话才可以有助于这个油下去。趁它在烤的同时，我先来吃一下这些小菜。这个小菜叫做泰式扇贝肉，里面每一颗都很大，然后大概有10颗左右吧，好多、哦。还要看小抄、哦？必须的。然后它旁边还有附些一些小黄瓜之类的，这个好像是基本盘海苔哦，这不叫海苔啦，这叫做凉拌海带芽。正常来说吃韩式料理都会点这种小菜吗？会吧，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让你无限吃到饱。哦，我知道韩香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我觉得他们现在附的都是这种盘子都很大，差不多都是可以两个人吃用的。对啊，这海带的话它就是不是海带，这是你的期待之一哦。对。但感觉我看它的颜色比较黄哎、欸，对，它的颜色也比较透明，因为我以前去吃过的应该都是金黄色的感觉，偏橘金黄色的，还不错，就是但海象比较偏爽。你这个脸啊，跟大家说还不错，很没公道哎、欸，就还不错啊，就但是比较偏酸，跟我印象中的味道不太一样。我真的是白痴才点炸物，现在已经开始有点饱了。我们两个战力很薄弱，我们刚才才吃完一半而已哦。吃完一半，我们想说来点青菜好了，先烤一些凉的，先爽一下。对，吃一下丝瓜啊，还有什么杏鲍菇。年糕的话，我有跟他要这个炼乳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可能没办法吃回本。我也觉得哎、欸，人家才369元，还吃不回本，夸张哎。它真的很多啊！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吃了蛮多盘了，我们把它吃完都叠起来了。嗯，现在我们桌上剩这些，但是我们其实已经，我自己本身大概7分了。就有人在美了，在给我吃什么炸物？问号。有点后悔了，希望这些可爱的小香菇可以让我们开胃。好，你要不要自己承认一下，你刚刚跟店员说什么？我要2个银丝卷。你知道，在这个画面的上一个画面，我们才说我们剩7分饱，结果下一个画面马上再点一个银丝卷，而且还要点2个。吃银丝卷
所以你根本就不是吃饱啊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一直很喜欢一直吃肉，一直吃肉，我喜欢吃鸡炸它的东西。但是你自己也做花臭的示范啊，你就一直吃炸物。但我会负责任把肉吃完，所以请你也负责任，应该不会说这些都我的吧？对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你看，女生都这样啊。哎，这些小菜是我负责。哎，小菜到底有什么困难的？而且你到现在还没吃多少，而且我还帮你吃了一半这个东西。哎，我现在在帮你烤东西耶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吃赢吃卷，你想怎样？女朋友吵不赢，就会找别的话题来说。我帮你烤这个，这个明明就没有关系。光是看这两个馒头就饱了。它不是馒头啊，叫做赢吃卷。我觉得它炸的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哦。傻眼呢，一来就假，旁边的肉放那么久都不假。先生，点这个一个才10块钱，你这个赔钱货哎。没有吗？开心就好啊！真的是傻眼哎！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饱了，我真的好饱哦！我应该是不会再加点了吧？我也不会了，我刚才吃完那两个银丝卷，真的是饱到天灵盖。就是不知道谁说谁浪费钱了、啊，大家自己评评理。我们应该是不会再加点了，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差不多结算了啦。就我们刚是点了一开始，我们还想要可以点第二轮的。对啊。因为我第一轮已经吃到快要爆炸，我们剩下两盘，想要继续努力。那我们先跟大家结算一下，你就这样回本吗？当然是没有回本啊，我们两个太弱了啦。我们等于吃了一个人的量而已。对啊，欸，而且我想说你应该会很厉害，你那么爱吃肉，这样子你都吃不完，而且你刚才一开始自己点了4盘，4盘你只吃完2盘。屁啦，他已经收了好几盘走了。没有，他只收了2盘，然后开始吵架这样。哎，很饱哎。我是觉得他的那个小菜真的是分量太多了。哦，你说这样一大碗是不是？对，我希望他就是小一点点，一个小碟子，吃完之后想要再吃，我们再点，因为他这样子有点太多，而且他的肉都是很大片，所以一摊起来就是哦，大概是2人份的。像这样子啊。这边真的很大哎，哇，一个人吃一定吃不完。然后重点是我们还有3块肉，3个牛排。对啊。等下继续努力，第一次挑战就失败，想要吃回本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耶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努力了。好大片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吃饱了，我们人呢在丁丁药局的前面。我们本来想要来那个提早预约疫苗啦，结果丁丁药局的人说，我们还是直接用网络上的 app， 因为我好像有听说可以直接拿健保卡去插卡就可以提早预约，但是好像没有办法，因为这里的人也是建议我们等那个简讯，好可惜哦、喔。不然我想说就可以先打了。或是要的话，就是要到健保药局，丁丁药局的话就不算哦、喔。怎么样去操作的话，大家可以在自己上网查查看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来挑战韩式料理吃到饱，然后加上第一天内用的一个影片的企划啦。那很可惜，我们没有挑战成功。哈哈哈，超烂的，我们要再练一下，再来拼。没有想过我自己一轮就不行哎、欸。真的哎，对你太失望了哎。啊，没办法。我们下次再努力。好，后天再见了，我们影片结束了，拜拜。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说他们这里的饮料有什么东西。这里的话呢是可乐鸡，然后这里有山瓦，我觉得这山瓦很好喝，有香槟荔枝还有冰柠薄荷沙瓦。我刚才一开始喝的是荔枝，超好喝的，所以我又再去盛，这是我盛香槟的。然后呢它这里还有热的茶包，决明子啊，红茶啊，普洱之类的。然后这里也很特别，这里有凤梨果醋啊，野菜果物，这个野菜果物我之前都没有看过。然后这里的话有咖啡机，有美式咖啡啊，然后还有卡布奇诺啊等等的巧克力牛奶。还有这台最特别了，这台叫做马玉山，它这里有芋头牛奶、抹茶牛奶、杏仁之类的，我觉得它的饮料的品项还蛮多的哦。然后现在这个是香槟沙瓦，我喝喝看。嗯，我觉得荔枝比较好喝。